小林玩具。玩的玩具呀、啊！快看我的小豆子吉他，怎么样？很酷吧？我来演奏一下，好好听。欢迎光临白雪公主的神奇玩具店 ，Come on come on！ 这世上谁最漂亮？是我吗？欢迎光临客人。哇，好漂亮的吉他呀！这个多少钱？这是吉他吗？500元。哦，500块吗？等一下。唱首歌吧，唱得好听的话我就给你便宜一点。哇，好啊， I want。传来动人的音乐声啊哈！我也要一起演奏。哇，你唱的真好听，我也要一起演奏。我可是很会弹琴的。那不就是一个包包吗？不是，这不是包包，这是钢琴。怎么可能啊？呀吼！哇哦！哇，真的是钢琴耶！这个还可以两个人一起弹呢。哇！但是我可以一个人弹。那我们一起来演奏吧。嗯，好。No more babies jumping on the bed.
每个人的童年都曾幻想过拥有魔法吧。在小林英语的 The Magic Star 里，林可家族们在魔法学校里向凯拉老师学习了神奇的变身术和超级体能魔法，并且还运用各种神奇的英文魔法去迎接各种魔法挑战。好奇的话就赶紧去小林英语一探究竟吧。原价25元的 The Magic Star 专辑现在只要12元即可购买，并且从购买之日起一个月内都可免费观看分类列表中林可家族的各种真人类视频哦。现在就马上来购买吧。